受影响主要是我中断了，我有7年呢，我没有练琴，有6年根本没有见过钢琴，没有看到过钢琴，所以就是把这段时间等于浪费了一个，正是我20多岁到30多岁的这样一个人的很好的一个年华浪费了。但是呢，对我以后的这个弹奏啊和这个作曲呢，没有发生根本影响。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我学琴很早，所以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呢，大概1个月左右我就全恢复了。哦，1个月左右全恢复。后来，那么经3个月以后，我就正式又登台演出了。那么快？哎，登台演出，第一次演出是给正好美国的这个费城交响乐队，Philadelphia Armandi 这个他带这个费城乐队到中国，我就弹给他们听，表演他们听。结果他们后来都听完以后都全站起来，他说没想到这个人刚放出来又能弹这样。我弹琴主要还是要尽可能的表现我所弹的这个曲子的这个作曲家他的这个他对这个曲子的一种创作上的这种思想啊，他的意图感情。我如果把我自己的这个遭遇更多的带到里边呢，可能不一定跟他的原曲吻合，所以我还要尽量去表现他这个作曲家的这个他的这个意图，他的这个情感呢。Thank you.